嗨，大家早上好，感谢主，又是新的一天，又是美好的一天，祝福大家今天能够有美好的一天，美好的早晨，因为我们早晨我们来敬拜神，我们来朝见神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亲爱的天父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为着新的一天来感恩，圣灵我们欢迎你，圣灵我们邀请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今天求你充满我们，主啊，叫我们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，主啊，叫我们每一天，主啊的心思意念，主啊都交托给你，你来掌管。主，我们要祷告，今天我要祝福所有在线上，主啊，跟我们一起晨祷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壮。主啊，叫我们主啊早早起来，我们不会缺乏精神。我们在工作上，我们能够有很好的表现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主，我们祷告，主，我们也交托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要把最好的线上，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。主啊，我们要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我们要来寻求你的面。圣灵啊，求你向我们显现，求你充满我们。主啊，有伤心的，有忧伤痛悔的灵的，主啊，医治我们的灵。主啊，我们需要医治的，你医治我们。主啊，叫我们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有喜乐被充满。感谢主，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喜悦我们的赞美，奉靠耶稣名祈求， Amen, Amen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赞美神，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赞美他，一起拍手来赞美，哈利路亚。Yeah.
拣选来赞美他的子民。如果他的子民不开口，圣经说使徒要开口。今天早晨我们要开口来赞美他。泉源，哦，是的，主啊，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圣灵啊，充满我，充满我。在你宝座前，是我藏身处，你必义的救。滴了歌，四面来环绕我。主，你是生命的源头，主，你是永恒的真光，在你圣洁的光中。的自由已见光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，求神充满我们，接近我，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源。
主啊，所有这需要医治的，主啊，医治我们，来到你的宝座前。在你宝座前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来朝见你啊。是我藏身处，你藏身处，你比一个酒滴乐歌。得着医治，哈利路亚。
的。主啊，充满医治我们，主啊，照着你丰盛的话语的应许，主啊，回应我们，耶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抓着神的应许，你要医治的，你要祷告神医治你，主啊，你要鼓励的祷告上帝，鼓励振奋我们的心。你仰脸，我们来仰望他。你所爱的，你呼必将我从与你的风起，放我在你的手心，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，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，我凭着信心领取着，我们先给你荣耀，我们先赞美你，主要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应许不改变。赞美跟敬拜，主啊，来代替主啊这些忧伤，主啊，或者就是主啊，在祷告当中，我们等候当中已经灰心失望了的，主啊，今天我祷告，主啊，我们以赞美敬拜，主啊，来代替这些忧伤失望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来开始来赞美他，让我们的口开口来感谢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和华，你是美好的神，主啊，你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上帝啊，主啊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主啊，你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主啊，今天早晨我要祷告，主啊，我们虽然看不见，主啊，我们手里抓不到任何的确据，主啊，我们眼中看不到任何的答案，主啊，但是我们仍然的相信你，主啊，我们要祷告，主啊，你带领我们。主啊，我祈求主啊，教我们的对你的信心，主啊，不会减少，而是更加的增加。是，当我们在敬拜赞美当中，
主啊，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，主啊，当我们愿意花时间，主啊，来亲近你的时候，主啊，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被改变。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哦，这时候主啊，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用方言来祷告，我们大声用方言来祷告。哦，若你有应许要上帝说回应的，主啊，你有祷告要上帝你回应的，我们要抓紧神，我们要呼求神，我们要不停的来祷告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要看见主啊那应许成就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应许，主啊，你应许我们的家人的救恩，主啊，你应许我们身体的健康，主啊，你应许我们，主啊，有这个丰盛的生命，主啊，你应许我们，主啊，不被罪恶捆绑。主啊，我要祷告，主啊，这时候，主啊，奉你的名字，主啊，捆绑这一切。主啊，这个叫人的心灵，主啊，迷惑的捆绑这一切，主啊，叫人的思想，主啊，走向歪念的，主啊，我要捆绑这些意念，主啊，我要释放上帝你的祝福，主啊，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释放，主啊，你的恩膏，主啊，主啊，释放圣洁的思想，主啊，我释放，主啊，这个喜乐的心充满，主啊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因为主啊，你的话语，主啊，应许我们这些，主啊，所以我们要释放这一些，主啊，喜乐，主啊，恩膏，主啊，幸福，主啊，这个家庭的美满，主啊，临到弟兄姐妹当中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祷告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，天地都要废去，但是唯有耶和华的话永远长存。主啊，我们活着也是靠着神你的话，不是靠着单靠着食物。所以今天我们祷告，主啊，当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祷告求圣灵你，主啊，把Rhema的话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吃到我们属灵的灵，主啊，叫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。我们谢谢你，圣灵啊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，圣灵啊，求你来带领，圣灵啊，让我们在读这个以赛亚书第55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被圣灵你来感动，教导我们神的启示。谢谢主，我们把这一切时间恭敬仰望交托，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字祷告， Amen Amen。 弟兄姐妹，再次的跟大家问好，感谢神，我们非常棒，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在线上。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，是从以赛亚书第55章，我们来看这个主题，上帝的邀请。为什么说上帝的邀请啊？我们来看，第一点就是呢，我们在以赛亚书的55章1-5节，我们来读这些经文。神告诉我们说，神透过先知讲说什么呢？你们一切干渴的都进前来，没有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，来做什么呢？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买酒和奶，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？啊，神在告诉这些要被掳归回的百姓呢，给他们一个盼望，告诉我们说，来到这里不用钱的，上帝供应。然后呢，第二节他讲说，何必买花钱买那些用劳碌得来的，买那使人不能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第三节，你们当就近我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以你们立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究竟应许大卫什么可靠的恩典呢？如果你有兴趣要知道的话呢，你可以去看撒母耳记下7章。啊，在那里呢，当大卫啊要为神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，上帝应许大卫哦，坚固他的家室呢，然后呢，坚固他的王位直到永远，使得我们看见神哦，透过耶稣呢，完成他的应许哦，耶稣是大卫的后裔，然后呢，做王直到万代，然后呢，第四节他这边说什么呢？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。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，你素不认识的国民呢？你
你也必招来，素不认识你的国民呢，也必向你奔跑，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你。Amen。 弟兄姐妹，在这五节经文里面当中呢，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我所学习到的就是呢，上帝强烈的呼吁那些被掳的以色列的百姓来信靠他。当他们返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上帝说，你在被掳的国被掳释放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分心。上帝要他们不要分心，不要分什么心呢？就是上帝担心他们会去追求这世界上的事物，追求那些，在第一第二节说什么，就是神说，我已经为你预备了，你不要花钱去买那些吃不饱的食物，不要用劳碌来去赚取这些。所以神叫你不要浪费这些时间精力在这些事情上。弟兄姐妹，不是叫我们今天不做工，而是呢，神要我们的就是呢，先把专注力呢建立在呢与神的关系身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而如果今天你参加晨祷呢，非常棒，因为呢你已经把这个每一天的这个优先次序排好，就是来朝见神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呢，昨天呢我也听了一个朋友的见证，他的生命真的就是这样子。当我们觉得人呢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都会想往好的事情、好的机会发展呢，或者就是追求一些我们以前一直想要得到的这个机会。那我一个朋友呢，他就跟我分享啊，当他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疫情影响，他就回来。然后呢，他跟他太太一起回来的时候呢，以前他一直很想要去 Bank Negara 做工，然后呢，他就应征，但是都没有被录取。但是呢，这一次呢，他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再次的应征，然后呢 ，Bank Negara 真的呢，国家这个银行局真的录取他。但是呢，这一次当他祷告的时候呢，当他跟他太太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他做见证他讲说，当他跟太太一起祷告的时候呢，上帝关就像这样，那道门是暗的，所以呢，上帝好像告诉他说，不要去那里。弟兄姐妹，当他跟我们讲的时候，都觉得哇，这哪里可以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，在国家银行做工嘞？但是呢，弟兄姐妹，他真的选择放弃，他真的选择了另外一个 offer， 另外一个工作的 offer。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东西，他讲，这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，然后呢，唯有呢完成神在这个时刻要我们所做的这件事的。这个阶段我们要完成这个事情，当我们做完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满足了心意就 OK 了。因为姐妹跟大家讲这个见证的时候，我就讲了，哇，真的非常棒。我们也是要向来学习，上帝不要我们分心。世界上很多人呢追求的事情，他们所渴慕的不是我们应该渴慕的。我们应该常常的来祷告神，上帝，你要我走哪一条道路，你要我去哪里，你要我做些什么，这是神所看重的。然而呢，这五节呢，同样呢，上帝呢 也是一个呼吁，也是一个邀请就是上帝呼吁跟邀请呢给以色列人，但是不单只是给他们，而且这个邀请呢也临到凡选择相信信靠他的外邦人。这边讲嘛，到最后呢他讲说呢，外邦的外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来不认识的民都必招来，都必来奔向这个这些的人，这个以色列人奔向你，就是以色列，或者是指耶稣。为什么呢？这是讲到神的恩典就是非常的浩大。而且呢，这个不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。所以很多人讲说呢，新约是恩典时代，旧约是律法时代。 No， 旧约也是非常恩典的时代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第12章37到38节，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呢，上帝神迹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，有一群人跟他们一同，圣经在出埃及记12章37 38节这么说，他讲，有许多闲杂的人并有羊群牛群
和以色列人一同去。所以呢，这一些人哦，也就是说呢，不在上帝的选民的约里面的人哦，当他们看见神的工作的时候呢，他们也愿意跟随的时候呢，他们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。同样今天呢，我们也要感谢神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也活在神这样的恩典里面。我们不是选民嘛，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，但是呢，神的恩典也临到我们。然而呢，这些应许哦，这么美好的应许呢，我们给了选民哦，神要我们做些什么 ？OK， 神只要求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留心听他的话。就在第三节这边说什么？他讲说呢，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弟兄姐妹，这么简单，就是照着神的话语而活呢，我们就能够活在这样的平静安稳的得享这个美好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是什么意思啊？弟兄姐妹，当我读到的时候讲到，哎呀，上帝真的叫我们身心灵都健壮。一开始他讲我得吃美物照顾我们的身体嘛，得享肥甘也是身体嘛，然后心中喜乐，我们的意念，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喜何等的喜乐，就是心灵深处的祝福。我们不缺乏我们的物质上不缺乏，我们的心中充满喜乐，这是我们的生命哦，跟神有建立美好关系。当我们寻求他，当我们选择来聆听他话语的时刻，然后呢，耶利米书15:16这么说，他讲：万军耶和华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是我们自己，今天我们听到神的话语，我们有没有欢喜快乐？我们在主日聚会听见牧师在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没有欢喜快乐？还是我们说，哎呦，牧师又在讲我，为什么牧师听来你听到，然后过呢又在台上述我？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听到神的话，耶利米告诉我们说呢，当他听到神的话，他就把食物吃掉了。神的话有营养，吃掉了，然后呢，他的属灵生命就健壮了。我盼我祷告，今天我们回应神，就是呢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，我们本来不配，但是呢，因着神的恩典的浩大，我们被容纳在这个神的约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好的来学习，珍惜来亲近神的时刻，听神的话语的时刻，叫我们持续，好像我们能够持续活在神的恩典里面。这是第一点，我跟想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，就是呢，我们来接受上帝的呼吁。然后呢，第二呢，在以赛亚书呢55章呢，我所看到第二点呢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应该抓紧神给我们的机会了，来悔改，悔改的机会。在以赛亚书55:6-7这么说：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呢，寻找他，然后呢，相近的时候呢，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呢，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当归向耶和华呢，耶和华就怜悯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弟兄姐妹，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，我想到了两个的层面。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呢？当寻找耶和华，当在神可以寻找的时候，寻求他，相近他的时候，求告他呢，就让我想到，这个可能是讲到呢，是指耶稣哦。有两个层面，第一个层面就是当耶稣还没有再次回来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时刻，我们活在恩典的时期。为什么是恩典的时期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耶稣哦，我们就得着那个永活的确据，这是非常恩典的时期。
现在是每一个人，只要我们都这么做的话呢，我们就得救，所以我们叫做恩典的时期，是我们可以接受耶稣的这个时代。但是呢，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，当耶稣再次回来的时候呢，已经没有那个悔改的机会了，我们人就没有这个机会呢去接受上帝给我们这个悔改的邀请。而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，是神施行审判的时刻。所以这边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所以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呢，寻找他啊，因为现在是时刻，现在是我们可以寻找他，我们来相近他，我们来求告他的名，就必得救的时刻。所以呢，恶人呢，应当离开自己的道路呢，然后来归向耶和华呢，求神来怜悯他。这是第一个层面。然而呢，第二个层面我要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呢，我们当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他的时候呢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的意思，其实也是当我们哦。这个是比较在应用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的，就是呢，当基督徒哦，我们还有对神的这个回转转向神的心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赶紧的回转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不要等到我们的内心哦，渐渐的失去了对神的心的时候，我们被罪哦一层一层的捆绑着的时候呢，当我们对神开始的灰心失望的时候呢，慢慢的一层一层包围着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再也像回不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，我们才来选择要来回到神的面前，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，因为我们的内心哦已经不再渴慕神，而是被罪啊或者是被一些的灰心伤心的事情呢包围着，以至于呢我们很难来到神的面前。这使我想到什么呢？想到谁？就是我们想到圣经的扫罗王。因为呢，当他一而再、再而再而三的犯罪的时候呢，罪呢就吞噬了一个他敬畏神的心，罪呢就腐蚀了一个上帝哦，本来拣选他是叫他来带领以色列，可是呢他却堕落了。怎么说呢？神拣选扫罗的时候，他是要他做以色列王的。可是呢，扫罗犯的第一个错呢，就是在面对腓力士人的军队的时候呢，他没有等撒母耳来献祭。献祭本来是祭司的责任，不是君王的责任。所以呢，当这个撒母耳告诉这个扫罗说：“你一定要等我来的时候呢。”可是呢，扫罗看见情势对他不利的时候呢，他就自己做主了。过后呢，撒母耳就对他说：“扫罗啊，你做了糊涂的事，你没有遵守吩咐你的命令。因为如果你遵守神哦给你的命令的话呢，神必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。然后呢，因为他第一次的犯错过呢，神说呢，现在啊，你的王位必不长久。”神选了另外一个人呢会来代替你，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吩咐。兄姐妹，你看到没有？第一次扫罗犯错了，然后呢，但是呢这个错误呢没有叫扫罗痛哭的悔改，他再犯错。第二次的错呢，就是呢扫罗他同样也是没有听神的话。就呢，神透过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呢？耶和华差遣，就是神高立你做王哦。OK， 然后呢，你应当听从神的话。上帝厌恶亚玛利人，因为亚玛利人二代以色列人嘛。然后呢，上帝哦要扫罗呢去击打亚玛利人呢，然后灭尽他们所有的一切，不要怜悯他们，要将他们的儿女啊，全部吃奶的牛羊，全部骆驼驴，全部杀坏、杀死。但是呢，扫罗却因为他眼睛看到，哎呀，这些是美好的食物，不应该这样子的浪费，所以呢，他就把那些有病的、有残疾的杀死，那些美好的留下来。弟兄姐妹，他第二次的不听神的话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所以他的心哦，就慢慢慢慢被罪这样
一层一层的包围着，以至于呢，当他要回转的时候呢，弟兄姐妹来不及了。所以这节经文、也告诉我，以赛亚书第55章第六、第七节，也是给我一个提醒，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想为什么每一天我们基督徒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？为什么弟兄姐妹？因为、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保持一个这个清洁的心，我们不要让罪哦。如果我们让罪有一个小小的地步，它就会占领哦，它就很像一个 virus 这样侵略我们整个心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保守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们要学习哦，离弃这些能够使我们呢远离神道路的这个一些事物。然后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逃避罪哦，我们要怎样不要犯罪使神难过，不要使神难过呢？不是天天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那个是犯的错嘛？我们要怎样的避免犯罪呢？然后使神伤心难过呢？答案就在第七节。第七节说什么呢？他讲了，恶人呢、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呢，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。这些经文呢，先知叫恶人离开自己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哦？他叫恶人离开自己的道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恶人呢，他已经做错了嘛，他已经走在这个作恶的道路上面。但是他后面那一句呢，他叫什么呢？不义的人呢，当除掉自己的意念。他不是讲恶人应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而是不义的人。不义的人是他们还没有去做，但是呢，他们的意念已经想要去做的时候呢，像这个先知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快快的回转了、先知警告这些不义的人，除掉自己那些坏的意念，因为呢，这些意念会驱使人去行出他脑中所想所做的一切。所以我们的战场，弟兄姐妹，是我们的脑袋，天天都要在脑海心思意念当中求神保守。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这么说，我读给大家听，他讲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才有能力，然后呢，这些能力使我们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已经在我们思想当中立下来了的这些坚固的营垒，我们用它在神的面前才有这个能力去改变它。然后呢，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来认识神那至高之事呢，一概攻破了。这节重要就是呢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归顺基督。 Amen。 就是讲呢，我们那些不义的这些想法，或者是魔鬼撒旦仇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些坚固的营垒的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常常的来亲近他，敬拜他，求告神，他能够帮助我们呢攻破这一切，把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把我们的意识恢复过来，恢复过来。弟兄姐妹，监牢改不了人，但是呢，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呢，能够改变那个人的生命。你把一个人关在四面墙里面呢，最多把他关封，或者就是让他什么都不能够做，但是呢，他的思想意念没有改变，只要有一天他出来，他仍然会犯错。但是呢，当我们从里面来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会再做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？我们是要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攻破这一切，把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夺回来。哈利路亚！所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每一天要在神的面前抓紧这个机会，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的门哦，真的会关的。所以呢，每一天要抓紧。OK。第三呢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呢，我们要来信靠神而持续的前行。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8、第9节，我们常常读到的经文，这边这么说，他讲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
高过你的意念。弟兄姐妹，这节经文我们常常读，我们都很明白，但是就讲说呢，神的我们的旨意常常就是高过我们的旨意啊，所以呢我们高攀不起了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当我读的时候，当我在思考我们要怎样的来解释的时候呢，弟兄姐妹，就好像这样子，怎么说呢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呢？因为我们是 two dimension 嘛，或者是 three dimension， 我们看的只有我们眼前所能看见的事情。可是呢，上帝是从上面看下来，从天上看下来的时候呢，上帝就多了一个视角，他看见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啊，我们的眼睛只能够看前方，但是呢，上帝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，四面八方他都看得完，所以呢，他的道路当然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要做一个比喻就是今天呢，我们可能在拼一幅图画不是我们，是上帝在拼一幅图画，然而呢，上帝要我们一起帮忙，可是呢，他只给我们一片小小片的拼图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拿到这个小小片的拼图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哎呀，这个拼图有什么意义，哎，这个到底要摆哪里我也不知道，有时候我们就嫌弃它就丢掉了。但是你不知道更大的图片，上帝拥有更大的图片，上帝知道那一张要排哪里。可是呢，上帝呢给了你这一幅拼图的一角，是给你这个责任，给你参与的机会呢，让你进入神的工作。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，我们懊恼，我们很灰心，我们不知道全盘的计划，我们看不到 全部的图画，我们就讲，我们就灰心，我们就失望，我们就干脆不要排了，不要走下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鼓励你，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要来信靠他的，你要信靠他，因为呢，他交给你的，你手头上的工作，你所参与的服事，你所在的岗位，没有人会在那里，你所接触到的人，没有人能够接触到，上帝就是把这幅拼图的一角给了你，然而呢，你只要信靠他，持续的信靠他呢，来往前走，你只要持续的信靠他，上帝啊，帮助我在看不见这个任何的盼望，抓不到任何确据的时候呢，我愿意的来跟随你，这样子来回应神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能够经历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了。我祝福大家，我们一定要经历这个，就是呢，神为那爱他的人，那爱他的人就是谁？就是我们不懂全盘计划，但仍然相信他的。一个爱他的人嘛，爱他的就是我相信他所讲的，我爱他表示我信他所讲的。上帝为这样的人所预备的呢，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祝福你们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这样的人，信靠神而继续的前进，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活着积极，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活着有盼望，上帝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 Amen。 好不好，这是我们做祷告，我们要来回应神，神今天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做几项的祷告。第一的，我们先祷告，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被神拣选的人，我们来感恩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上帝啊，我们来感谢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拣选我，主啊，拣选我们线上所有主啊信靠你的人，主啊，成为基督徒，你给我们这美好的福分，主啊，你给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，叫我们能够反映神你的荣光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这浩大的恩典，主啊，我们无以的回报，但是我们祷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成为主啊，在世上主啊传扬神话语的人，主啊，是的，在我们的身边还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主啊，他们还没有认识你的，在我们的身边还有那些主啊圣经所说的那些许多的闲杂人，就是还没有在上帝你的约里的人，主啊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为着他们的灵魂来祈求，主啊，我们渴慕你，渴慕你，主啊，渴慕你的圣灵向他们来说话。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，这个时刻你花一点的时间，你来为那些你要传福音的对象，十二月
圣诞节就要来临了，我们要为那些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来祷告，这时候你提名来为他们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啊，我祷告在这个圣诞节为着我的家人，主啊，他们还没信主的，我来祷告，上帝啊，把他们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敞开他们的心，叫他们能够听见福音，听进福音。主啊，为着我的亲戚，主啊，那些还没有信靠主的，主啊，所有通通的亲戚都向你来祷告，主啊，祝福他们，祝福他们，主啊，主啊，叫他们的身边有朋友，主啊，或者在这个圣诞节当中，他们看见圣诞节的信息，主啊，清清楚楚的明白为什么会有圣诞节。主啊，祝福，主啊，祝福我身边还没有信靠主的朋友，主啊，让他们能够，主啊，来回应你，回应神的话，主啊，回应神的恩典，在主啊，你能够寻找到的时候，主啊，来寻见你。Amen， 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这时候同样，主啊，可能我们的身边，我们有那些已经离开教会，或者就是失去联络很久了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过去是基督徒的，今天已经不在了，或者就是你的身边，你看见有一个很渴望想要他得救的朋友，你来为他祷告，今天我们来为这样的人来祷告。上帝，主啊，我要祷告，神啊，主啊，我要释放神，主啊，这个你的救恩的这个信息，主啊，在我们的朋友的生命当中，主啊，我特别主啊，为着主啊，我身边主啊，还在听到或者在听这个晨祷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身边有还有许许多朋友还没有得救的，我们要祷告，主啊，怜悯他们，给他们机会，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，给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机会，主啊，主啊，不要夺走他们的机会，主啊，主啊，让他们的灵魂，主啊，有一天能够在天上，主啊，不是下到主啊这个阴间硫磺湖那里，主啊，我向你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要在这个进去这个去地狱的门当中来堵住这个破口，主，我们为着这些灵魂来呼求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也祷告，当我们为这样的这些朋友主啊家人来祷告的时候，你给我们负担，给我们主啊这个对他们灵魂的负担，主啊给我们这个行动上的指引，教导我们当怎么做，主啊去赢得主啊这一群人，主，我们谢谢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哦，主啊，我们最后主，我们要祷告，主，我们求神带领我们的国家，弟兄姐妹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祷告。我们的budget已经通过，但是我们要祷告，求神继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对抗这个疫情过后呢，我们能够很快的恢复，能够国家能够昌盛过来。我们祷告，祝福我们的国家。我们不懂我们前面是什么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祷告，失业率不会再提升，我们要降低这些失业率，我们要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，我们要来祝福我们的国家。主，我相信神的百姓，当我们的口中来祝福主我们的国家的时候，我们的国家才有盼望。主，当我们的口中不是说消极的言语的时候，不是在毁谤我们的国家的时候，我们说出祝福的话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相信神啊，你打开天上的祝福倾倒在马来西亚。主啊，马来西亚是神主啊你所拣选美好的土地。主，我们要祷告，马来西亚的教会要蓬勃的发展，主啊，马来西亚的教会要一间建造一间再一间再一间，更多的主啊，这个乡村邻里都有教会。主啊，我祷告不只是大城市有教会，主啊，有更多主啊这些乡下的主啊，神在森林当中的主啊，这些欧让阿斯利住的地方，主啊，他们都要听见福音。主啊，因为你的话语说万国万邦都要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这些素来不认识你的人，主啊，都要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所以我祷告祝福马来西亚有这样的复兴，主啊，为马来西亚的这个复兴的浪潮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主啊把这浪潮带来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看顾保守，主啊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把我们的国家交在你的恩手当中，谢谢你照着神主啊你的丰盛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这个城市，我们的教会，还有我们的生命当中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我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。哈利路亚，奉靠耶稣的名字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祈求。 Amen， Amen。 我们这首丰盛的应许这首诗歌来结束，跟我们做这个主导文祷告。守你所
今天完成进入我们的灵修，我们祷告求神祝福我们有美好的一天，接下来工作都有精神有体力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祷告主祷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祝福你们，